天是1月6号，我要出发去台湾的前一天，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先从新千岁机场出发，先飞去成田住一晚。其实我们从昨天晚上就心情就一直都不太好，虽然说都已经交往了5年了，但是面对这种要暂时分开的感觉还是还蛮不喜欢的，尤其是想他很舍不得跟小日本分开一段时间，感觉出来他很难过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。回自己台湾的家当然也很开心，但是毕竟就是还是要面对跟另外一方分开嘛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先出发，要先去做 PCR。检查也是才唾液的，然后如果大家要做 PCR 检查，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比价格，因为价差还蛮多的。我原本要在机场做，机场的一个人就25000，然后我刚刚去做的是16000。那大家千万不要想说婴儿啊、儿童啊，或者什么儿童价，没有，都是一样的价格。不要跟我一样，我一开始还想说儿童应该比较便宜吧，少来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们刚刚做了 PCR， 然后发生一个很夸张的事情，就是因为他小朋友也是用唾液检查，然后请我就塞一块棉花棒进去，要放1分钟。结果1分钟到了，我棒子抽出来，棒子竟然跟棉花是分离的。还好他没有吞进去，我发现马上用手套帮他拿出来，超夸张。然后我还问那个工作人员，他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。等了3个小时，检查结果出来了。到时候拿这个路径就可以了，然后现在还有点时间回家整理行李做最后的确认。你跟爸爸两个人要努力生存下去哦。妈妈马上就回来了哈，干巴得爸爸豆腐大力一起等呢。嗯，妈妈得哦。もう大変な予感がする。ね。こんだけない。家のこと頼むよ。ああ、任せて。